老送完我女儿，弄完一个小的，又来弄个老的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投错牌了。哎，我剩多少啊？完了，我剩75，我剩下香肠跟蒜苗，还有娃娃菜。这三个东西75块买得到吗？一样都买不到。我想问一下，他是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？他买菜都没有杀价。没有，他应该要砍。货比三家。对，一拍之后，我觉得他可能这个盘拿的样子就显示出来。不是，因为我就觉得很便宜的，会更便宜。习惯去超市一个价钱，不用砍价。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个样子去跟人家喊价，你明天就会上新闻。刚看过的，你看，刚刚看过的，你看，这边一看就知道哪是娃娃菜了吧？你等一下，收工会不会杀了我？我啊，你看老板娘笑多开心这样子。我啊，老板娘娃娃菜是不是算是很容易的菜？对，就哎，拿到，不能给他。刚刚是一包一包一颗一颗的嘛，弄小颗啊，一包一颗，他现在一坨啊。废话，这哪有不是一坨？母亲节啊，一坨，它是一坨，它长一坨。艾琳娜，艾琳娜，这也不是啊，这也不是啊。哦，在哪？是不是这个啊？是不是这个啊？哎，是不是有点像这个？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啊？那是大陆妹，我是大陆妹啊。巧了，大陆妹，对不起，大陆妹，对不起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可是它长得很奇怪。对啦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我刚刚讲说绝对不是这个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个就是娃娃菜，这就是长这样子。啊，请问到底哪个是娃娃菜？两个都是娃娃菜，但是这有季节性，这是冬天才有。那你就买这一个好了。